你要的答案，我不是早就给你了吗？别跟我来这套。说出女人最渴望听的那三个字，只需要一秒，连一秒都不会愿意给你的男人，怎么可能承诺一个女人一辈子？丽华。 为什么就是不肯说呢？是不是怀表里面就放着那个照片？你有没有试着打开那个怀表？你们男人一个个都虚情假意，逢场作戏。李华女士，打开怀表吧。 答案就在里面，我不要看，我不要看，我不要看那个女人长的样子，我不要看。我怎么了？你现在在哪里？差一点。七九二十。 二一二，心率改变，停止压松，分析心率，心率恢复正常 ，OK， check pulse， 有 pulse 哦，病人是 RSC， check BP， 117 ，OK， 病人恢复正常，停止急救，记录一下现在时刻。